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那今天继续天天姐的游戏第29幕，三界之门决战高七独胜。好，是剩下最后两邪。那我们要阻止殷建平的爹殷千阳复活持有。OK， 那就希望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，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 FB， 记得按下 YouTube 的铃铛。OK， 就这样。皇上，这里就是玄海的吗？贫人从未见过这么强的幽灵灵气。大火炬整理灵星护院，停放灵气清理。据古籍记载，应该过了前面这道门，才真正进入玄海之域。不过玄海的寒冷之气的确厉害，皇上门前已经半为冰雨，灵气也尽皆沉积于此。当初幽都之民移居地界后，为了防止寒气外涌，还特意建造此门阻隔寒气。第29幕，三界之门。既是如此，咱们这就过去吧。且慢，岂能这么容易让你们过去？又是你们，咱们可真是有缘呐！哼，和你们这伙人孽缘，就到此为止了。今天谁也别想活着通过此门，有多少本事就拿出来吧。是邪就剩我们两个了，再次爽快做个了断，倒也不坏。来吧，且看是谁能活着通过此门。是我爹派你们来阻挡的吗？无可奉告，死吧。OK， 这关的剧情就这么少。OK， 好，仙女超的古剑拒绝，先派仙女超去拿，剩下的就随意。这边还有一个，然后这关重点一样，先让风寒月继续升等，然后殷建平要升一等，然后殷建平。基本上他不用上场了，他只要帮忙补血就好了。然后不见闪人其实也不需要去打，他也帮忙补血就好了。而且这关应该也是可以练等啊。好像不太行，因为朱胜跟可以，朱胜可以，他会放法术嘛？我们打好了。虽然不进场的攻击倒是还蛮有点帅了，还算可以看。好，记得。可以打不到。先秀。蓄气好了。行动力太慢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只。看到，先蓄气。一个宝物。然后。右边呢？没有。好，那这只给韩千秀好了。最近超级热，四万应该都破33了吧？上官月，
好，这样。好。已经过了数百年杀戮生涯的安，竟然会这样死在你们手里！我还不想死，王主，救救我！怎么了？小心，这阵都好像从这门那里。爹，孩儿。还有最后一次，求你罢手。如今一切都还不算太晚。天时将至，脚魂齐备，本座计划多年的蚩尤复生大计指日可成，焉有白白放弃之理？平儿，虽然爹劝服不了你，但等你死在本座剑下之后，本座会立刻让你转生成为魔人，以你的英姿，才能当可成为本座的左右手。共同治理蚩尤复生后的原始星际，到时候咱们一家三口和乐融融，本座更无所求。一家三口，爹，莫非你的意思是，在蚩尤复生之后，娘还会再生回来？这个等我们到了营救池之后再说吧。在这之前，就先让这个陪你们玩玩。这是本座在给这两个部中的家伙一次机会。平儿，如果你们能顺利过了这关，本座在门后的灵柩池等你。爹，等等。林大哥，多说无益，先解决眼前这怪物再说。啊，有了。使用飞行神剑，他应该不会挂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想说再放一个邪刃之咒，我不会算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会死掉。OK， 66668，如果再放血刃之中，应该可以快秒上他了。没有经验，为什么？他怕法术吗？怕冰。28。天超少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一涌而上。用个无方变化好了。啊，先用地狱之刃。好像洞好恶心哦，超恶。
他是不是好吐气啊？好恶心的。有够变态！OK， 好，结束。430 OK， 很好。打不到。好，最后一集。结束。深夜之门已经开启，这是见血向我们下的战书，这场仗也是避无可避。殷公子，今后该当如何？我想你应该很明白。我明白，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了。在这门之后的灵雀池，就是我们父子的绝死地吧？一切的冤孽纠葛，我和爹会全部在那里做个了断。殷大哥，但是我不能输，也不能心软迟疑，因为我不能辜负一路陪我到这里的诸位。我自己很清楚，我最后的对手是剑仙，不是我爹。为了人间存续，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将来，咱们就当了他一途。是的，在转身为魔人之后，那种已经失去身为人之时的情感与人生人心，只剩下临终前的憎恨与复仇之念在驱使他，完成了持有附身的狂徒。如今他已被心中的妄执与魔性支配，唯有打倒他，才能从他这永劫的痛苦中解救出来。是的，我明白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战，但能请大家再次助我一臂之力，助我打倒最强的魔人剑血，助我完整身为人子所能尽的最后的孝道，一切就拜托大家了。殷大哥，我真的是全力帮你。殷贤弟，咱们都跟你到这里来，你还客气什么？就算是要打到18层地狱，大伙也是说走就走的。是啊，除了要挟之事，本非殷大哥一人之责，只要咱们能帮得上忙，出点力是应该的。殷公子，别说这些见外的客套话，剑邪还在灵雀池等着我们呢，咱们可别让他久等了。多谢大家，咱们这就走吧。OK， 好，先存个档。剑与飞剑 ，OK， 好，你看紫云专业了，阴剑比阴最强的防具。阴剑平，好，哇，这个防御力很好。OK， 就这样，来录个结尾，就这样啊，谢谢大家支持收看。好。
好，喜欢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 还有 Twitch。 那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下一集我应该会快速打完。好，拜拜。